伤，所以没有跟你们回来，是不是？大姐，平贵他怎么了？你告诉我好吗？宝钏，啊，平贵他，大姐夫，平贵是跟你出去的，你告诉我，你来了就是为了告诉我实情的，是不是？三姨妹，是大姐夫没有尽到照顾好平贵的责任。平贵他已经战死沙场了。你们在撒谎！你们故意来骗我！你们是故意来骗我的！宝钏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！姐姐求你了，宝钏，这都是真的。在跟西凉打仗的时候，平贵他骁勇善战，打得西凉落花流水。正因为这样，西凉才献表求和。就是那天晚上，是我摆了一桌庆功宴，平贵他多喝了几杯，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，被当成奸细乱刀砍死。宝钏，宝钏，平贵，宝钏，小姐，小姐，宝钏，儿子，小姐，小姐，儿子，不可能！平贵不可能就这么死了，宝钏，不可能！我求求你，我要去找平贵。我要去找平贵，我要去找平贵！姐姐，姐姐，你们放开！干什么呀？我去！儿子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你不要这样子，儿子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要杀我呀，平贵！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，平贵？小姐，你怎么可以丢下我？怎么可以丢下平贵？姐姐，求你了，平贵，平贵。哎，九分肉回来了。是啊，来，你们看，哎，大家都在，刚好有酒可以喝，一起庆祝一下。庆祝什么？我都死了。平贵的死了？你说平贵死了？不可能。不可能，我哥是不会死的。不可能，谁说的？这是谁说的？我们家小姐为这件事情已经很难过了。平贵，宝钏，小姐，小姐，二嫂，三姨妹，二嫂，小姐，宝钏，二嫂，小姐，宝钏，小姐，二嫂。